新继续关心的是南华大学一年一度的新年例仪式，七号上午总共1100多位学生和600多位家长来到学校参加。在这仪式当中，听到囡仔对家己讲出着感谢的话，这有真侪家长相当的感动，包括家长和囡仔拢流下同真心的目屎。活动也要见到亲子之间的距离，气氛是相当的感人。南华大学雅乐团带来的乐器演奏和舞蹈，为102年新年礼仪式甲开序幕。一年一度的新年礼已经成为南华大学的传统，这是校方每年替一年级新生所举办的重大活动，每年拢吸引超过半数新生的家长前来学校做伙参加。爸爸妈妈。爸爸妈妈，我好爱你，我爱你，希望下辈子还能做你的小孩，希望下辈子还能做你的小孩。我觉得，可以让我们父母亲跟孩子更加的接近，然后孩子跟父母能够敞开心，然后面回忆以往，然后面对未来，然后能够在这个时候，能够我们真的能够觉得说我们很爱对方。有什么要跟妈妈讲？就一句话，妈，我爱你。其实首先由书记传了的学生念出的感谢父母的话，并由家长替囡仔披上白巾，并由校长林聪明、佛光山永光法师、副校长释慧开法师、林成章、教育部专委刘家珍、大拿镇长黄金如等长辈，地方寿星替学生披上黄金，并赠送着新年礼的红包和礼物兰花米。仪式隆重，校方希望借此培养学生有服务心、关怀情、责任感和正义感。把孩子教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希望他的品德教育能够在学校熏陶之下，能够社会变成很有用的人。当时活动中，更有校长林聪明和佛光山的教育院院长永光法师颁发着3号护照荣誉状，以便的学生做好事、讲好话、存好心的3号精神。希望我们这个做好事、说好话、存好心，不是只是口头说而已，应该后面。我觉得我们大家要把它加上 ing， 好，现在进行式。校方强调，新年礼的白金代表着纯洁天真，披白金象征着成长；黄金代表着行事负责，走向着灿烂未来。而透过着新年礼的仪式，包括许下着誓言和父母相揽，也接近着亲子的距离。新闻客校方段拿定采访报道。